学长的家，学长像在吗？像不在，好，可以偷偷摸摸，偷窥一下，偷窥一下。养老游戏。哎，我们来到了学长的家，学长，你跟土司喵有什么两样？我太失望了，学长在我心中，对不对？建筑。还是有点本事的吧？你这跟土司庙有什么两样？把人家村民的村庄当做自己的家，至少这里有一个漂亮的拱门。然后呢？荒郊野外，荒郊野外，直接的产生，很多西瓜。然后，哎呀，有一些有分类，有一些没有。没分类的，你这跟我有什么两样？刷得很辛苦，且用且珍惜，哇，这么感动。哦，赞助你两块，赞助2块绿宝石。啊，牛排很多，啊，钻石也很多。哇，至少他村民也都会用啊！幸运34，哦，14颗绿宝，哇，还要讲求这个价格，有没有？直接看过去你就知道要多少，无限只要6块，好便宜哦！无限大拍卖，锋利50，修补16块，OK，感觉我们剑可以来个修补。有，还有没有铁砧？叮，附魔台附近没有叮，我太失望了。啊，不是啊，为什么叮在这里？啊，知道有叮有叮，有叮，正常应该在附魔台旁边吧。这就我们来看感受一下这个学长的建筑美学，可以感受到这个让我也有自信了一点，跟我家蛮像的。如果我盖家，就是四海为家，就简单方便。这很明显是把村民给拆了，挖东墙补西墙，好扯。啊！我感受到了，然后满满的甘蔗，因为村民交易要甘蔗，就种了满满的。不过如果是我的甘蔗，你看我之前都是两排的甘蔗，因为两排比较好啊，一排一排其实你不好弄。看来在这个效率上面，我还是有点本事啊。哎，这种我不晓得，我比较喜欢半砖，就铺那时候也是大家教的嘛，就是上面铺半砖，铺那个什么上半砖，你就可以完全平的走，还不错。我这我说一下而已，学长家最棒了，我对不起。我们被掠夺了！救命！为什么刚好长出来？BOSS 诞生了！我们的墓碑会摆多久？我的天！墓碑应该不会暂时消除吧？我们是有墓碑的，我就想测试看看那个消失诅咒会不会消，我不确定。所以想和你打个招呼。哎，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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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给我等着，我有想法，我们靠近，然后 home h o m says home， 哎，对不对？哎，靠近他的时候 says home， 然后我们复活就可以马上回去，然后藉由复活的短暂无敌，捡了墓碑，高歌离席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我来我来我来。懒懒告诉我们，墓碑24小时。他要把我传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喂，哎，嘿嘿 ，say home say home， 嘿 ，H O M E， 有有，马上马上，我可以将墓碑传过来，没关系。好，将墓碑传过来。啊啊啊啊！钱，这个游戏都需要钱，都要钱啊，都要钱！上诉，上诉！这个游戏，这个是不是抓到贪财？跟你讲，没有没有，我一定可以，我一定可以。我一定可以。嘿，我快好了，我快好了，我快好了。我们只要一拿到，直接飞走，飞走，飞走，飞走。嘿，现赚10000块，还敢拿我的钱？还敢要我的钱？啊，我的衣服，消失诅咒，所以消失诅咒真的不行。那 boss 在哪？那 boss 在哪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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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原本想说远距离狙击他，但我觉得还是要给 boss 一点点尊重，好不好？一点点尊重，就放过他，放过他。所以说，感谢奶奶给我们这个鞘翅，还有烟火，让我们可以逃脱。我看看啊，学长东西不多，不要乱拿。怎么哪来？哎、欸，你来了，你别来啊，你别来啊！我们不是朋友，我们再也不是朋友。啊，离开了，离开了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再会。嗯，有那个 boss 交给学长，交给学长。夸张，夸张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，莫名其妙。来，我们来哦，云月家，云月应该也是玩得多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件衣服。我们现在欠缺一件衣服。不过也，我们也蛮多钻的，所以可以自己弄出来。拿几本书给你腐肉，修补书没有找到哎、欸，音乐家好像也是处于一个还没盖完的样子。这家在海上，感觉还想要再盖得更漂亮。那矿物区感觉是放在别的地方，有私藏起来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参观，多有钱。可恶，可恶！下去的楼梯，下去的楼梯，下去哪？下海啦！不要下海啊！我们先多参观，多参观。旁边有楼梯，
去哪的楼梯？我们先废一下，先废一下，有点五煞煞。哦，这里。哦，哦，你以为是从外面？没有，他是从里面入侵。不然、啊、这就矿洞啊，矿洞楼梯啊。喂。哦。我讨厌雨月，我不要去雨月家，我不要去雨月家，但我们也得先回家。我们去他家才可以捡我们墓碑。允月，他居然设了这样的一个骗局，他的矿洞会吞噬人心，会吞噬人命，我就这样子被吞噬了，太不科学了，我相信着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想说，我飞得很好，飞得很棒啊！这个洞有问题，那就矿洞嘛，我干嘛要过来？好了，我们也快要到了啦。为什么大家一直叫我来矿洞？我就咻咻咻啊，很强啊，嗯。啊，就矿洞啊！啊，就矿洞呗！啊，是没看过矿洞你，底下感觉还有一堆鱼骨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哦，哎、欸，那，不是，我快到了，我快到了。哎。拜托，安全落地啊！我不要理云月了，他家有问题啊，他家很坏哦。不过你看，他的甘蔗田就是我会盖的、啊，我之前也是盖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直接平面走，然后直接这样子，就啊，最左跟最右难免就是只有一个啊，啊，中间就是两个，我感觉这样是最方便采收的。采收有等级是不是？哦，草药学。哦，他把我弄倒了一次，我们要负责帮他的这个甘蔗全部都弄掉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甘蔗长成这个样子，好歹也要半个小时吧。哼，我让你知道啊。我让你知道我的痛苦啊！我把你的甘蔗通通采收掉，让你必须得在这里挂半个小时，而且我还很坏，因为你旁边没箱子，我还不帮你把它收集好。但是你有洞，我看到你有洞，帮他补一下洞，感受，我的药草学上升很多，你现在可以把它放进去。OK， 我们继续把它采收完。到时候它上线就会发现什么？什么？我家的甘蔗怎么全秃了？啊，怎么全部都没了？都被我采走了，好爽，好爽！你看这样采收多爽，左扭右扭，左扭右扭。哦，这个药草学经验值很多哎。我还要一路长过去。刚才讲是西瓜用的。
我们的任务目标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要。